索腿天后陈敏之在圈中有不少好友，因而她个人影片频道的节目亦搞得有声有色，受获不少讨论声。不过有网民发现，陈敏之突然将上两星期邀请邓建宏做嘉宾的集数神秘下架。邓建宏在节目入面自爆背住李思华情挑石永利，剪格的啦，呢啲咪就系剪格咯，就是、我有时我会喺微博咧去 send message 去 flirt 下佢嘅，系点 flirt 啊？即系点 flirt 咪即系，好好高兴见到你啊！今日同埋今日几靓，我哋件衫系啊，几靓喎！咁类似嗰啲有倾下，我嗰阵时我唔可以追佢噶，我唔可以追嗰阵时我有女朋友啊嘛，我只系 flirt 佢。此言一出，唔少网民称佢为渣男，惹嚟大量负评。对于有人怀疑佢方丈上身要求陈敏之下架，陈敏之回复香港01指。技术上错误，好快会重新上架。